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家国宝林站分行的伊芬章，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西南内缘的两房单位，就是位于宝林站的新都城二期六座的 G 单位，实用面积363尺，即刻带大家去看。首先先同大家讲解一下新都城先。新都城位于宝林站，由恒基地产发展 ，total 分三期，今次要介绍的是第二期，亦都是最接近地铁站的一期。地铁站一出上扶手电梯，已经去到屋苑基座的商场，再经过一条住户专用通道，直接到达屋苑的平台花园。新都城二期亦同时是三期入面最大的一期，由2000年嗰时入伙，屋苑包括11座住宅大厦。合共提供3344个单位，而基座的商场面积亦都大概有100万平方尺，提供不同的多元化商店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翻去单位度。单位一入到门口，凌源关位见到客饭厅，仲可以见到业主将佢嘅地板换晒做砖地，拧转面望埋全屋零走廊位，感觉非常之实用。由客厅望出去嘅景观系望翻屋苑嘅平台。非常之开扬。跟住，首先我哋睇厨房，厨房原装设计，内容空间广阔。跟住我哋睇埋浴室，浴室名次设计由浴缸改咗做企缸，使用上更加方便。跟住睇埋第一间睡房，睡房方正实用，间隔市正，采光度十足，仲有只对流窗增加空气流通添。最后睇埋第二间睡房啦。第二间睡房摆位上就比较巧妙啦，将张床褥放埋喺窗台上边，同时拥有一张大床之余，亦都唔会减少房间嘅活动空间。两间睡房都系面向西南，望翻屋苑嘅平台内缘，感觉非常之开扬优美。唔知道大家觉得呢个单位点呢？如果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想了解多啲，又或者想知道其他更加多嘅相关嘅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我系李家国伊芬章，我哋下条影片再见。